常之新鮮。有冇多一少少嘢？每人講一個。好，好開心，因為今日可以同好多星夢學員一起，同埋有香港小姐同埋星夢二嘅學員都喺度，所以好開心可以一起表演。有少少緊張，但係唔係太多。我反而冇乜緊張咯，係興奮多過緊張，因為今次係比較多人一齊啊嘛，所以我就覺得好似有大家托住，跟住一個集體嘅團體嘅表演，所以就覺得冇乜緊張嘅感覺。但係阿 Yumi 咧缺陣啊，有冇影響你哋個計劃㗎？其實冇影響㗎，因為當時。我意思是彩排的時候 Yumi 已經在隔離緊，所以我們當時彩排的東西就是原封不動地放上去，可能有少少改動，但是就不大影響了。參之力夠淺，不怕被挑戰，華麗舞會隨便化妝亂畫眼線。